假如切尔西无法与我续约也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一直等，一直等到切尔西将这些问题解决。因为英国政府的制裁，切尔西不允许续约球员出售门票。在蓝军生死存亡之际，身为蓝军基石的坎特第一时间站了出来，用默默的守护温暖了切尔西的冬天。面对即将到期的合同，他没有展现出一丝焦虑与不安，而是像往常一样在赛场上不遗余力的奔跑。每一次积极的抢断背后，都是坎特对切尔西深沉的爱。在切尔西生命倒计时的时候，尽管蓝军队员们众志成城，但由于外界的压力，哈弗茨等球员失去耐心，与对方球员互相推搡。在即将爆发冲突之时，坎特仅仅用了一个手势便将蓝军将士们从怒火中拉回。这一刻，这个1.68米的小个子就是蓝军的巨人。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不公，坎特从不会生气，而是用助攻和抢断回应。也许这就是蓝军的铁血精神，低调内敛，坚不可摧。